佛光山凤山讲堂日前为一对艺术家夫妻举办了联展，跟着镜头带您到高雄来看看。看到他，可以静下来喝一杯茶。拿起麦克风向民众介绍自己画作，郑碧洲、陈丽英艺术家夫妻来到佛光山凤山讲堂，举办如是一切联展。也许今天我们没有所谓的人山人海，可是有大家的鼓励跟来大家来一起来观看我们的作品，其实心里面是说不出的感动。很高兴可以跟大家结缘，因为艺术跟大家结缘。夫妻联手端出20件作品和大众结缘，把生活带给他们的感动画了出来和大众分享，希望传递满满正能量。温馨画展开幕当天，凤山区长也送来祝福，而凤山讲堂住持觉海法师也亲自出席活动，要感谢这对艺术家夫妻和佛光山携手透过艺术弘扬佛法。 Anyway 是台北高雄综合报道。